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顿涅茨克的最新战况啊。那么现在刚刚获得的消息呢，俄军呢在奥切利金的北部啊，新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啊，俄军呢取得了突破。那目前呢，俄军呢已经进入到新亚历山大罗夫卡的这个市区战斗啊。这个方向的战斗呢，如果解放新亚历山德罗夫卡的话，那么大家看啊，红军村的外围。距离这个 H20 公路这个方向就非常近了啊，那么实际上就可以切断红军村和北部君士坦诺夫卡之间这个联系啊。俄军这个推进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呢，双方呢是在尝试进行巷战，俄突击群呢现在已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啊，就这个位置，阿尔汉格尔斯克。西部地区啊，也发动了进攻，取得了突破啊，所以整个的这个顿涅茨克方向啊，向北，俄军现在向北啊，进攻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向北呢，实际上就是我之前说的，俄军要形成一个前行攻势啊，从奥切列金涅向恰楚亚尔这个方向啊，形成一个双向的进攻，在这会师，基尔任斯克啊，那么就完全切断了。君士坦丁罗夫卡南部地区乌军的所有的补给通道。另外，顿涅茨克的南部，克拉斯诺格罗夫卡方向，俄军呢今天在克拉斯诺格罗夫卡方向呢，是从耐火材料厂以北继续推进，占领了该市的会议中心，市政府大楼。这个议会大楼呢，实际上是市中心了啊。那也就是说，现在俄军呢已经在克拉斯诺格罗夫卡方向，因为巷战已经到达了，苏姆卡亚大街，很快呢将把乌军推进到边缘郊区地带啊，所以这个方向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随着整体俄军的推动啊，实际上现在看啊，靠近库拉霍沃啊，以及到红军村这一线。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啊，现在实际上呢，整个的进攻是非常迅速的啊。在这方向呢，俄罗斯方面还击毙了西班牙雇佣兵，西班牙雇佣兵。这个西班牙雇佣兵呢，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情报显示啊，他呢曾经在西班牙武装部队参与过作战，是西班牙陆军服役，名字呢是雅各布·坎帕尔。克雷斯波，他是被俄军呢在第聂伯方向啊使用导弹这个击毙的雇佣兵，受伤以后送医。那么这个人的死亡已经被证实，他是新纳粹分子啊，而且呢这个人呢是有一种妄想症啊，就是他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曾经作战啊，也和这个。伊斯兰国作战，那么他现在有一种什么妄想呢？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啊，就是他把自己想象成像唐吉诃德啊，十字军，想象成一名十字军战士，要到阿拉伯世界和这个穆斯林作战，到乌克兰呢，又把自己想象成这个纳粹，加入乌军。大家看啊，这个臂章呢，实际上就是新纳粹的，所以这个人有一种妄想啊，所以像西班牙、像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啊，这种妄想者。那这是今天的顿涅茨克方向的一个最新情况啊，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啊，俄罗斯方面呢，俄总统普京呢已经正式宣布啊，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任命。这个新任命的呢是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俄罗斯的原第一副主席啊，副总理别洛乌索夫。这个人我之前节目说过啊，他是主要策划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金融啊合作的一个背后主要推手。那么他被任命为俄罗斯的新任国防部长。普京呢已经正式宣布了已经正式宣布。别洛乌索夫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简单介绍一下。1959年3月17号出生在莫斯科，父母呢是雷姆·亚历山德罗维奇·艾丽莎
帕夫洛夫纳·比洛乌索夫。他的父亲呢是在这个空军部队啊，经历过卫国战争。母亲是化学家，父亲呢是经济学家。他母亲从事稀有元素化学的研究，所以他是科学家的家庭出身。那别鲁索夫呢就读于第二物理数学学院。年轻时呢体育运动呢主要是桑博和控制道。所以和普京的爱好也是相同的。这也是他成为这个普京非常信任的人。因为他经常和普京进行这个近身肉搏啊，所以普京在和他进行这种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呢，了解，通过这个很多动作啊，就了解这个人的秉性，这个人到底值不得信任啊。所以普京选人，实际上你可以看，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这种体育运动中，亲自和这个人交手，亲自人和这个接触，对这个人呢有深刻的了解啊。干很多大事情，首先呢要信任这个人啊。说什么不重要，在体育运动中啊，人有的时候呢，体育运动会有一个叫应激反应，就是他最真实的一面，会在一些动作的时候、做的时候，他会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看普京啊，像这种特工，他选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啊，在体育运动里边啊，亲身的这种肉搏的时候啊，可以测试你的第一反应啊，你最真实的反应。是无法撒谎的。有些人平时说的很好，对吧？口才很好，但一做事做起来呢，不值得信任。但是有时候人呢，在激烈的竞争中或者在激烈的活动中啊，他不知不觉的会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啊。所以你看，普京的这些这个合作伙伴很多都是在搏击俱乐部认识的啊，他也是桑博和控制道选手。1981年呢，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获得控制论经济学学位。08年到12年担任俄罗斯政府经济财政部部长。比罗乌索夫呢被称为是德国格列夫团队成员。08年金融危机期间啊，比罗乌索夫亲自为时任总理普京准备了反危机文件。俄罗斯也安全度过了危机。12年到13年呢，比罗乌索夫呢担任经济发展部部长。13年到2020年，他担任俄罗斯总统经济事务助理。2020年1月，比罗乌索夫被任命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2020年4月底到5月份，因米舒斯金感染新冠，他担任呢代总理三周。这个工作呢被普京认可，所以他也是成为真正的这个普京比较信任的人。这三周的工作呢，实际上呢，他也给普京提了很多的建议，特别是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贸易啊，还有这个金融物流这个方面，他是中俄合作背后的主要的推动者。另外，比罗乌索夫呢，他是反对自由主义，是谢尔盖·格拉基耶夫支持者。即首先就是主权化，俄罗斯主权化国家主义啊，他是非常积极支持的，这和普京的这个理念是一致的。他担任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和绍伊古不同啊，绍伊古呢是技术官僚，他现在看他是文官，那么也说明呢俄罗斯方面呢在俄国防部的人选上啊可能会转向对占领区，特别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啊、赫尔松、扎波罗地区以及克里米亚要进行这个军事和治理，包括建设，那这样的话是需要一个既懂经济又懂军事的人。绍伊古呢，他这个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呢给他新的任命了职位啊。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证实，绍伊古呢将监督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些工作，继续从内部领域了解工作。那将权力集中包括经济金融融入国家。绍伊古呢被任命为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现在呢俄罗斯的这个
帕图鲁舍夫啊，他现在这个职位。那佩斯科夫表示呢，帕图鲁舍夫的职位啊，具体任命呢随后公开。格拉西莫夫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继续担任总参谋长职位，啊，这是军方的一个新的任命。那这也是普京呢首次决定啊，俄罗斯国防部呢应由文职人员领导。佩斯科夫表示啊，该部门呢应该对创新、先进思维持开放态度。啊，我觉得绍伊古呢现在把他从国防部啊转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那么也就说明随后啊这个绍伊古可能会失去在俄军内部的相关的这个权力，绍伊古可能会被边缘化了。啊，这和我之前说法也是一致的啊。就现在不能直接动绍伊古，但是绍伊古已经开始在逐渐的权力边缘化。但是普京对绍伊古，我觉得他还是认为绍伊古之前做的一些工作啊，虽然有一些不满意，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所以普京也没有直接把绍伊古完全，对吧？完全边缘化，还是要逐步啊替代绍伊古。那从现在俄罗斯国防部这个新的任命来看呢，未来可能会在俄罗斯占领区啊，也就是在这个克里米亚啊、赫尔松、扎波罗，甚至在整个哈尔科夫、苏梅，俄军未来扩大占领区以后啊，重新建设问题，包括啊，他作为这个总理啊，他了解什么呢？了解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整个欧洲啊，甚至和中国相互合作需要什么？那未来顿巴斯地区它的整个的经济的恢复，啊，整个工业恢复，啊，可以和中国来和谈，对吧？中国方面提供装备，提供啊技术，提供很多的这个设备。俄罗斯方面呢，哎，从顿巴斯可以给中国出口很多，对吧？包括煤炭啊，包括这个矿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农产品。那你看，实际上呢，就和中国可以合作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他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呢，乌东地区。啊，乌东地区军事和经济建设啊，这个实际上呢会同时进行，这是他担任俄国防部长的一个主要用意啊。还有就是现在开始用文官担任国防部长，也说明俄罗斯方面啊，在特别军事行动这个问题上可能要准备告一段落啊，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主要的军事行动由格拉西莫夫策划啊，俄国防部长未来不太会啊直接参与到俄军的行动，啊，那么俄军下一步在基辅、哈尔科夫啊，这个大规模的进攻、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我觉得俄国防部长啊，就现在这个国防部长，他是不会直接参与了，啊，将完全由格拉西莫夫以及总统普京直接来参与，啊，那他就主要转为经济啊，控制区的经济，然后恢复，这是个主要目的。从这个情况也来看呢，现在看普京对经济，特别对俄罗斯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困境，普京应该是已经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了，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说俄罗斯的整个经济抵挡了西方的制裁，其实俄罗斯自己受伤，俄罗斯国内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危机还是存在的，啊，从这点上看，普京是有清晰的认识啊，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呢，用这个文官，特别是前第一副总理啊，担任这个国防部长。今天呢，俄国防部呢也公布了最新战报啊，我呢给大家汇报一下。截止莫斯科时间2024年的5月12号，俄武装部队呢在北部，北方集团军呢对乌军阵地进行了纵深啊打击，解放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加济什、克拉斯诺耶、莫罗霍韦茨、奥莱尼科沃、哈尔科夫地区的杰戈蒂亚诺耶、沃尔昌斯克、卡扎奇亚洛潘。乌军的第14计划旅、110、113计划旅损失共100人、两辆坦克、一辆科扎克装甲车、四辆汽车。另外，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两门的第20、一门第30啊，两辆战车和捷克的吸血鬼多元火焰系统、格勒多元火焰炮被摧毁。
西部集团军呢是击退了乌军14、30、66计划旅、110陆防旅，在卢甘斯克、马克耶夫卡、阿尔特莫夫卡、切尔沃纳亚迪布瓦方向进攻，顿涅茨克的扬波罗夫卡、托斯科耶方向以及奥利沃斯基亚河。乌军呢是116计划旅、77空中突击旅、40进攻被击退，损失190人、2辆装甲车、4辆皮卡、1门美制的 M777、1门 MSE-B 连炮和1门美制的105毫米的 M119 火炮。南部集团军呢击退了乌军第93、92、56啊摩步旅、107、112、115啊防御旅，在顿涅茨克、恰索夫亚尔啊乌军第41计划旅突击大队2次进攻被击退。乌军呢损失共620人，2辆坦克、18辆汽车，还有一套 ST-10 防空系统，英国的勇敢之心啊自行火炮，美国的 M777 啊，还有1门 D20， 3门英国的 L119 火炮，另还有3门格沃兹卡自行火炮，诺塔电子战，6个野战弹药库。中部集团军呢是击退了乌军第68机甲旅、24计划旅，还有第二国民警卫旅，在马约尔斯克啊、西米扬多夫卡，乌军25、142、143、23、47、110计划旅，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啊、索洛维耶沃、内塔卢沃、乌曼斯克，10次进攻被击退，乌军损失415人，2辆坦克，包括1辆美制的埃布拉姆斯坦克被摧毁，1辆布拉德利战车，还有1辆科扎克装甲车，3辆汽车，一套美国的帕拉丁自由火炮。东部集团军呢是击退了乌军在扎布热地区乌罗扎涅乌军的58摩托步兵旅、128陆防旅的进攻，21国民警卫旅和123陆防旅2次进攻被俄军击退。在旧马约尔斯克乌罗扎涅方向呢，乌军损失125人，3辆汽车，1门美制的 M7 榴弹炮，1门 MST-B 和1门100毫米的箭杆反坦克炮。蒂尼伯集团军呢对拉伯蒂诺、佐洛塔巴尔、卡扎茨科，乌军65计划旅、35海军陆旅、121、126陆防旅，在赫尔松地区的进攻呢被击退，乌军损失50人，2辆汽车、6门美国的 M77 榴弹炮、2门格沃兹卡自行火炮、3门 D30 榴弹炮被摧毁。俄军呢在蒂尼伯比罗斯克、曼维洛夫卡使用航空兵摧毁了4架米24直升机、1架米8，摧毁了乌军1架米格29，拦截了36架无人机、8枚圆点 U 战术导弹，还有1枚法国的锤子制导炸弹，23枚叫格勒多恒混弹，这是新的俄罗斯最新的战报。从现在俄罗斯方面呢公布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来看普京应该是和现在中国方面领导人我觉得应该未来的合作特别是普京即将访华，未来的合作未来一定会扩大。因为现在俄国防部包括俄罗斯的现在很多的留任的这个部长，包括能源资源部长还有这个关于粮食关于粮食的这种合作其实都会扩大。俄罗斯现在看新的政府未来6年和中国的合作不会停止只能是扩大。那也说明了中国未来和俄罗斯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我一直在讲俄罗斯现在呢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被天然的绑定在一起。这也实际上呢为中国的崛起特别中国和美国这种地缘政治博弈中国获得外部的支持。特别像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提供支持给了中国极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美国没有想到的。大家可以这么想象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围堵的时候俄罗斯不和中国合作俄罗斯也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围堵制裁那中国现在会更加孤立。所以我一直在讲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是天然的。未来6年中俄合作也会扩大。我觉得中国一
一定要在这个和美国竞争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未来即使超过了美国，中国也要和俄罗斯合作，因为这种合作能够保证中国在和美国在和这个整个西方世界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那后续俄罗斯有更多的消息，特别是普京有新的任命啊，我呢也会持续给大家汇报啊，后续有更多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